现在我们在泰安运中街老县衙的外面，一会儿我们要去当地吃一个非常有名的杂馆，大家跟我一起来看看吧。老县衙算是泰安一个比较不错的文化旅游美食聚集地，相比起大城市商业圈的繁华，我觉得老县衙还是比较具有古风古色的烟火气的。今天我们要喝的这个洒，相信很多同学都没有喝过。说起洒这个字啊，可能不是山东的朋友不知道这个字怎么念。这个字在汉语词典里面念深，但是咱们山东都念洒。要是你来泰安想喝洒，一定要记得泰山脚下的洒是我喝过最好喝的。不知道外地的朋友喝不喝的习惯，对我来说，这种味道已经深入舌头里面了。当，就是这儿了。里面人好像还挺多的，我们一起进去看看吧。李姨，我要一碗啥？咱的心，咱的心。现在端就行是吗？放葱姜吃香油哈。哦，这个都是自己放的吗？哎，葱姜都吃吧。哦，他们那个都是根据自己口味放的，然后我比较喜欢葱放一点葱。过去了，说啊，好了，现在我们已经拿好了，就是刚才的一碗啥是4元，然后这个三袋子，这个是5元。啊，看到这个感觉好有食欲啊，我已经迫不及待了，我想先尝一口这个啥是什么味道。可以看见这个啥里面有很多，里面有很多鸡蛋。第一口的感觉就是感觉有点咸咸的感觉，但是那个很浓的骨汤的味道，然后我还能感觉到里面有那个燕麦还有豆制品，不知道泡上油条吃会怎么样，可以先尝一下，撕一点油条泡一下尝一下。来来来，18。感觉这个油条里面就是有一种很浓的骨汤的味道，鸡骨汤的味道。三袋的这个应该是一盘儿，是5两。我以前没有听说过三袋的，刚才问了一下三袋子，问了一下姨是什么，它是牛的第三个胃。这个是上面一层肉冻，应该是他们是把那个三袋子煮熟之后上面的一层冻。入口的话有很浓的香油的味道，感觉这个三袋子吃不出来它是牛味，和牛肉酱牛肉的味道差不多。我觉得配合这个撒应该是特别满足了。而且这个撒里面我刚才加了香油，香油和醋，香油是用来润肺的，醋是用来消毒的。而且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吃葱花，我还加一大勺葱花呢。对了，我刚才在店里面看到有很多客人他们都是用煎饼包着油条吃，我不知道这样味道会怎么样，要不然我先去拿个煎饼试一下吧。我想先这样试一下，然后我先尝一下这个煎饼怎么样。这个煎饼，这个煎饼就是感觉就是那种特别正宗的泰山煎饼，就是很有嚼劲。如果比较喜欢吃有嚼劲的话，可以尝一下这个煎饼。那个油条感觉裹在里面脆脆的，然后配上那个咸菜，有点爽口，不会很腻。三袋的这个鸡汤的味道，感觉味道很浓郁。怎么说呢？就是感觉你的舌头都被这个味道给占满了。哎姨，能问你一下咱们这个店就是大约开多长时间了吗？开了30来年了。30年了，那么长时间。哎。哦，一直都是在这儿吗？一直就在这条街上。那咱们这个啥都是一般都是怎么做出来的？就是里边有熬的老汤。老汤。那个、哎。鸡汤。哎。有鸡汤的，有骨汤的。这就是在泰山里吃，泰山里吃那啥，它属于辣的，
他有的喝了受不了的，老年人的孩子了，对对对，他不能喝那对对对，哎，咱这种小孩子喝也挺好的，我觉得。现在为孩子都挺。但是出了汗都觉着排出来了，那个汗气，正好热姜，他都出点汗，就没毛病了。哎，姜是好东西。我现在已经喝了一碗，现在我的感觉就是好饱好满足呀。如果现在是夏天，他们的人就这么多；如果是在冬天的早晨再来这么一碗，满满热乎乎的洒的话，我感觉应该是更幸福。好了，我们这期就先到这儿了。下期我们再去吃好吃的，我是小爽，拜拜。